搞事情啊，数据链发给你了，开工。明白。This is the China Air Force. You're entering the Chinese airspace. Please indicate your nationality, ID, and the purpose of your flight. Change course immediately. I can't hear you. I can't hear you. 来这么多次还装听懂？你白费劲儿，对牛弹琴。How about this?English is getting a little better, isn't it? Maybe he got himself a tutor. Continue surveillance. Hey, these guys can stick with us the day I learn Chinese. 危险！躲避！我去，跑天上飞船来了！林哥，where's the other guy?Chinese airspace. Looks like someone's gonna be learning Chinese. What, do you like this guy now? He is kind of cute. Cuter than you. 你刚才的动作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啊。闭嘴，我们是人民公约。列空红岸驱离任务完成，请求返航。列空红岸七十度方位，五名机两架高速向你们逼近，注意警戒。他们想干什么？来者不善，保持警戒。25米后，进入东南角，主控室在西北角。你需要绕到128米，而我只需要穿过窗户，走168米，因为我会飞。别废话，开门。搞定了吗？别催我，不是催你，有人来了，拖住他。啊，我怎么拖呀？这样吧，各安天命，来世还是好兄弟。兄弟，你没事吧？对不起啊。关警报，确认路线。走东北角，备用补给门撤离。走那边，那边没有人。
你不是说没人吗？这不是人呐！演习的任务是获取红方信息，你怎么还带个宠物回来啊？上次救援过后，发现还有人员没有撤离，他们应该还被困在楼里，救援地点随时可能再次爆发泥石流，处境非常危险。气流过大，飞机状态保持困难。坐稳了，小心上坡。找到了，指挥部，指挥部，泥石流还有多久到达？由于上流雨量增加，泥石流5分钟后就会到达这里。亚丽，楼梯基本坍塌，根本不具备降落条件。来不及了，全体准备实施救援。救人第一，但是也要注意安全。这里的情况很难预料，万一情况有变，你会有生命危险。废话真多。我飞了30年，我曾经和你们一样坐在这台底下，看着台上一代一代的英雄们满载着荣誉告别蓝天，但我从来不愿意想象我的这一天。新的战机不断升空，新的飞行员们不断成长，是时候把这片蓝天交到你们手里，但我就是舍不得，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把生命写在这片蓝天里。
那上面每一道航迹都是我们履行军人使命保卫祖国领空的见证。尤其是这几天我回到家乡的床上，别闹，先想起的全是无线电。厉害了我的叔，谁看清了他怎么从9点钟方向飞到6点？我厉害吗？厉害。你们呢？你们厉害吗？厉害。没错，你们比我更厉害。我每次见到你们都由衷地感到震撼，不仅因为你们的勇气、技巧、动作、思维，更因为你们有着和这崭新时代同步的心跳，你们有着和新一代战机更融合的血液。就是因为你们厉害，你们完美，你们习惯了成功，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说的是，你们要做好准备，不仅要准备迎接胜利，更要准备面对失败，这才是兵者最大的厉害。你们要学会敬畏这一片蓝天，只有敬畏之心才能承载最大的责任。我爱人，我要感激你这20年的理解和支持，对我来说你何尝不是我的蓝天。陆老师帅不帅？帅。OK， 够了。哎，雅丽姐，怎么样？看看怎么样？哇，好帅！陆老师真帅。陆老师，你怎么不笑啊？我笑了。挺好。我觉得雅丽比上航校的时候还好看啊。跟你有毛关系啊？一会儿把照片发我。有真人你还要照片？别废话，我说正经的呢。哎，我觉得没准亚历还等着你呢。我飞左拉升了。光不老，我们不散。
想不到这么多年不见，你依然是光彩依旧。刚才听你唱的那首歌，我心里那个18岁的少年又复活了。你知道吗？只要是在一起奋斗过的战友，不管多少年不见，心里那份亲情是一直都不会变的。你是无敌？什么敌？无敌，咱一届的，陆老师学生。没什么印象。亚丽，你别闹了。毕业典礼那天，你也唱的这首歌吧？哦。穿条红裙子。是。你脸上蛋糕谁拍的？谁拍的？我。可不是你吗？哎，别躲。呀，这不亚丽吗？装啊，装。这个怎么样，兄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亚丽，什么都教会你，就得罪女人没学会是吧？陆老师，你出国带飞的申请批下来了，工资多了别乱花。走之前来家一趟，你师母要给你送行。放心吧，我一准去。陆老师，后面怎么打算啊？哎，不上天也能飞，无人飞机也是飞机，对吧？嗯。舍不得擦。什么时候做的决定啊？有段时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批下来，我就没和你说。出国带飞，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又不是我监护人。我，那我是你什么人？你是我兄弟，从航校毕业到现在咱都是。但是我想清楚了，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你可以再找一个僚机。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我的僚机，我们两个是最好的飞行员。你现在放弃不可惜。最好的永远只有一个，是你。又来了。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分主次的，总有一个人要付出。就像你跟亚丽，这么些年都那么骄傲，到现在不是还没在一起啊？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要是我兄弟，你就尊重我的选择。嘿，干嘛呢你俩？集合了，快走吧咱们。走啊。没有我，是你们。霸天狼是我军的一支秘密部队，为磨练我军的战斗力而存在，代表全军的最高水平。被我们打败的人称我们为战场磨刀石。加入霸天狼将付出一定的代价，一旦加入就意味着放弃现有部队的职务和待遇，离开你们的安全区，面对全军最危险的任务和挑战。你们将只有彼此，甚至有可能牺牲。现在后悔来得及，转身离开就可以。故弄玄虚。你们是我从全空军挑选上来的精英，不远万里把你们集中在这里，就是为了接受我最严格的挑选。我个人非常喜欢你们，喜欢你们的脸上充满了自信、骄傲，还有自以为是。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考核你们，这可能是那片蛮荒之地我唯一的乐趣。我是霸天狼特战旅的负责人，我叫林伟峰。
这地方能扛得住第三次世界大战啊？从这里进入山府三公里，你们将进入我军最高保密级别的军事基地。如果没有通过考核，留在这里。记住，这个地方并不存在。你的证件。哎，那张照片能给我留下吗？可以。手机、钱包不可以带进去。这个你就给人留这儿吧，反正你也用不了。这是我们部队配发的。你哪个部队啊？够人性化的。这是野战部队应急用的，不能储水又能防沙。我知道。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电子书就是电梯呀。不能带。还有吗？没有了。这个是什么？感冒药啊。这张照片你也要吗？直升机飞行员赵雅丽，空军上士巴图，空军上士高原，来自雷霆突击队，无敌空军金头盔金飞镖双冠王，清华大学信息安全与自动化双学位，擅长射击、爆破、格斗。陌生地域复杂气象对我来说不是难题。霸天狼一定需要我这样的高科技复合型人才，期待通过测试加入霸天狼。来这里希望成为更好的飞行员，能够驾驭四种气象，熟练掌握三种机型，个人曾经荣立。前两天那次海上的驱离任务是你执行的吧？那次任务对我来说没什么挑战，也没什么可说的，毕竟当时的情况。可以了。虽然我不知道来这里做什么，但是我想说，在地面的每一秒钟对我来说都是浪费时间。请问什么时候让我上天？晚上。我自己来。我自己可以，可以的啊。这是一次生存训练，你模拟遇袭跳伞的飞行员，你需要前往预定的会合地点，会有营救人员实时救援。在关键的时刻，你可以使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只有你方营救人员可以看到你的定位。在这之前，你最好保证不要被搜捕你的人抓到。救援一号，救援一号，能听到吗？能听到吗？听得到，听得到。我现在的位置是 S1H45。飞行员在跳伞落地以后，在非计划的时间和地点以外，要时刻保持无线电静默，以防被敌方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那小子会缩骨功？可是显示信号源就在这儿。这个就是你的信号源。无敌跳伞的位置以及它的移动速度和我对这里地形的测算，直升机应该在这儿营救。他瞎跑什么呢？领队，无敌这么乱跑在实战里早牺牲了吧？我还以为金头盔有多厉害，这么一会儿撑不住了，疯了。自作聪明。
成功了。救援二号按原定计划去营救地点，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给我调出无敌北斗信号轨迹。明白。放大，再放大。哎，他在干嘛呢？他在用导航轨迹写字呢。南山南到了。还有谁？哇！哈哈哈！啊！你挺能跑啊，跑男啊！你犯了三个错误：一，你丢掉了所有通讯装备；二，你留下了脚印，你自己的脚印；三。自己看吧，作战指挥部发过来的，用导航轨迹传达位置，亏你想得出来。你们作弊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欢迎来到霸天狼，认输吧。证明你身份之前，你将会被区别对待。好，你是不是也想被带走啊？空气清新，阳光明媚，这里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人间天堂啊。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和雅丽呢要尽快抓紧时间发展，不要被我抢了先。那生个混血娃对于我来说是分分钟的事情。总之，不要太羡慕我，不要太嫉妒我，也不要太想我，只有保持专注，你和雅丽。稍等一下。来这儿。嗨，你能看见我吗？你是浩辰叔叔的好朋友吗？来呀，小庆，六大人，快跑！我哪快跑？我来呀！你们，哇，快跑！
亚丽。想追你，可真难啊！你这不也追上了吗？为什么要来霸天狼？因为我想成为最好的飞行员。还有呢？浩辰，你不来这儿，你就是个大傻子。行了，别说了。Flying, flying. My comrade named this tactic the marshmallow tactic. Now, I must not forget my comrade. He is my best friend, and he knows me better than my girlfriend. Even though I don't have a girlfriend yet. By the way, he is my wingman. Didn't I think...To be a great fighter pilot, you must have an equally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your women. Class is over. Good luck. Your class is very exciting. You're not only a good pilot, but also a good teacher. Well, I've had a lot of flying experience, so I know a lot.But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one point. Which point? The trainees said you used to be a great fighter pilot. And you don't understand such a simple tactic? I just don't understand. When the enemy found you and sees you in the excellent position at 6 o'clock, why would they allow you to hide in the clouds? Your country hasn't been in a war for decades now. What if a war will start tomorrow?Are you guys even ready? I just assume a situation. I don't mean to bring you trouble. Have a nice day.
走吧。Save more lives, you better drop your gun.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No, no.引导完成，收到。猎空投弹，远程关闭激光照射器。明白。增加点训练难度吧。你们什么情况？猎空，任务失败，立即返航。任务没有完成，请求再次进入。任务完成，猎空请求返场。成绩不错，用时几乎平了你的记录。几乎，就是还差一点。看见没？还是个二货。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 Light Group has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ttacks. What's the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staff located at the airport? Don't know, sir. Still missing. Then how will I explain it to the general? We don't know. They've probably been kidnapped. Probably. Probably, damn it! Then your military career could also be over. You got that? You'd better come up with a good answer for the general.General,
casualties unknown. Government forces admitted that the airstrike against occupation forces at Dahara Airport to be a major failure. Government forces have officially escalated the situation to a level one terrorist attack. Prior to this,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I've heard enough tragedy today. I hope you're bringing me good news. General, some Chinese staff stationed at the airport were kidnapped earlier today. They are still missing and out of touch at the moment. I have to warn you, General. This is the last call of us. You have 36 hours to release our leader before I fulfill my promise. I'm warning you too. This is no joke. Even if you control the missile silo, you do not have the technical ability to launch that monster. You better act before it's too late. My granny told me, when the goddess of Mount Chess cries, it's the time of our nation to decline. Cont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mediately. Everything is ready. I am Colonel Lachman, responsible for the airport military base. As a professional soldier, I hereby confirm that they still have the launch authorization and encrypted key to a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 which can likely reach an area within the range of 1,500 kilometers. Do not approach! Need to fire! 此次事件失联人员一共37人，其中9名中国人，有2个孩子。相信目前已经落入到恐怖分子手中。被他们要求释放的祭司是恐怖组织光辉阵线的首领，曾多次策划指挥大规模的恐怖袭击，4个月前被马布国军方抓获。目前马布国空军基地确信已被恐怖分子控制，马方现在已正式向我国发出请求，由中国空军派2架战机肃清空域，协助他们的地面部队展开营救行动。恐怖分子往往是得寸进尺，按照上级明确指示，这是一次跨境联合反恐行动。给我配的僚机是谁？数据库里显示状态最好的就是无敌。根据基地现有飞行员能力曲线图显示，无敌的数据确实高于其他飞行员，但是我不建议他参加此次任务，因为那个带飞的教官就是无敌以前的僚机，而此次行动我们只是配合，不能营救。我怕无敌情绪不稳定，做出过激行为。现在的值班飞行员是谁？是我。还有谁？我请求执行此次任务。作为职业军人，我们都不该把个人情绪带到任务当中。雷鸣请求起飞，猎空请求起飞，可以起飞。雷鸣，猎空，保持战术编队。明白。你跟浩辰认识多久了？问你话呢。我们从航校就在一起。他一直做你的僚机吗？对，一直都是，到我加入半天狼之前。我看过你们海上驱离任务的报告，那小子还挺灵的，放心吧，应该是没事了。营队选择了航线与电脑最佳方案完全吻合，而且更加紧凑。雷鸣，无人机报告，你前方有2部防空雷达正在搜索，有可能是支持你们行动的，也不排除其他可能。下降高度，密切关注。雷鸣收到，特别注意225方位那部雷达，它不在简报上，开机时机很蹊跷。你觉得有问题吗？马布国空情系统一直都接近瘫痪，为什么突然变勤快了？
Raymond. I have got it. Now it's time to show them. They will surely relieve my older brother. At what? We surrendered by the military. Two Chinese jet fighters are coming in fast.Take them down. Yes, sir. Get into the riot machine! Go, go, go!地面有制导雷达开机。雷鸣，你是否还可以正常操作？眼睛看不清楚，什么都看不清了。雷鸣，目测你座舱盖、左右平尾、左垂尾、左方向舵受损。明白。雷鸣，如果无法返航，可以选择跳伞。开了这么多年战机，你见我跳过伞吗？更何况是在境外，我已了解战损情况，可以返航。列空，数据链给你发了，你带我回去。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眼睛。明白。前方有山，左带杆。左带杆。改平。改平，稳住，稳住！不要带左滑动，向右压杆，向右压杆。速度偏大，向右门道75。减速，减速啊！已对准跑道，放弃落降。明白。保持40、40、30、30、20、20。
林队，林队坚持住，开门。Embarrass the president. No matter how you do it, you just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the Chinese hostag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take action. You think we can get back to the president? Trust me.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相信我。 Shut up. He needs a doctor. You better eat something. You have a long way to run. Because you have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us.To be honest, you impressed me today. If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tell it to me straight. Tell me, how have you felt facing death for the first time? Especially after you killed someone. Isn't it fascinating? No.It's disgusting. It makes me realize that the soldier is the god of peace. It seems you are a qualified soldier, as I am. You betray your country and people. How dare you talk about what quality a soldier has? You are from a powerful and peaceful country. You have never been to a war or experienced humiliation and hurt.You're like a spoiled child, enjoying all the love while spreading compassion to the suffering people in the world. I didn't betray my people, but my government betrayed me. It's time for you to go. Your country made the wrong decision. Since you are a Chinese soldier, you should take all responsibility.We officially war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you dare to intervene with our actions again, this will be the end of the Chinese hostages. Now! Wait! We made it. We made it! Keyboard.
You're doing it again. You better keep your promise.I smell scent of losers. Hey, convict! You killed my wife and unborn child. You dropped a bomb on them, you piece of shit. You deserve this. No! No! No!2小时45分钟前，我军与马步国联合反恐空中巡航任务遭遇伏击，一名飞行员受伤，一架战机受损。目前情报方面可以确定，马步国军方已经失去了对部分军事设施及局势的控制。从现在开始5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恐怖分子要求的最后时限。由于祭司已经死亡，届时恐怖分子将发射弹道导弹，并杀害人质。包括我国西部在内的1500公里半径的亚洲地区全将暴露在打击范围之内，因此我方必须立刻单独执行营救行动。行动必须准确突然，我们要在不惊动恐怖分子的情况下先解救人质。可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是，切斯山脉附近的两部警戒雷达几乎封死了所有的空中行进角度，而袭击我们的萨姆雷达已经转移躲到了暗处。我们背后有强大的力量体系支撑，关键是我们如何压制敌方防空萨姆导弹，让我们的战机突进去。根据先期侦查，恐怖分子并没有在山谷中设置捕狼雷达，所以两座雷达存在10秒钟的扫描空白期。在这个窗口时间内，战机需要在最窄20米宽的山谷，离地面30米超低空飞行。由于山谷的长度不足且互不连接，
所以需要连续翻越两座山脊，避开萨姆雷达的追踪，穿越切斯山脉。这是一次难度极大的低空突破，而且是夜航，稍有差错就会机会人亡，整个任务完全失败。今天我在躲避攻击的时候注意到萨姆的制导雷达虽然反应快，但是它的旁瓣电频过高，我们最新的反辐射导弹可以捕捉到天线背后的微弱信号，我可以在黎明之后以极低的高度穿越切斯山脉到达导弹井，只要我一拉高，制导雷达必定会再次锁定我，僚机就可以从他们天线背后的盲区进去敲掉雷达，让萨姆变成瞎子，我就可以直接投弹摧毁导弹井。交接祭司的事情被马布国搞砸了，祭司已经死了，我们没有时间再等到天亮。那我就夜航。空警五班已经起飞，前往预定空域。地面作战分队，指挥部拟定，由巴图和高原带队。直升机营救分队目前基地中赵雅丽是不二人选，飞行攻击分队僚机由张力驾驶，掌机飞行员无敌。有什么问题吗？我担心他在之前的行动中受到了打击，伤痕是男子汉的勋章，使命高于一切，作为一名飞行员这不是问题。我知道我不是最优秀的飞行员，但是我是最适合执行这次任务的人，因为我去过那里，熟悉战场环境，这更有利于作战。我不想承诺什么，因为人们在承诺的时候往往不懂得自己承诺了什么。我们的同胞正在受到伤害，如果不能为了人民而战，那还能为了谁？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看着你们霸天狼基地的战士，你们每一个人都来自我军的各个精英部队，飞行员、空降兵、雷达兵，但首先你们都是一种人，是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中国军人。虽然你们当中的有些人还没有机会经历战火的洗礼，但我从你们的眼神里已经看到了身经百战的勇气与决心。你们即将出征去营救远方同胞，这就是我们身为军人的职责与荣耀，去战胜他们，也让他们知道惹怒我们是他们最愚蠢的决定。同志们，孩子们，请照看好你们身边的战友，我希望你们都能安全回来。雅丽，十分钟后要出发了。嘿，气象报告显示，切斯山脉夜间气流比较乱，通过的时候小心啊。我知道。制导雷达几秒钟就能找到你，一定要提前做好躲避追踪的准备。我知道。
是啊，你飞过一次，你什么都知道。放心吧，我一定会回来。必须干净利索，全力缩小附带损伤，不求全面控制国际影响，除非受到直接攻击，否则任务中不能攻击马布国的装备资产，不能伤害马布国人民。除了你们的子弹，我方所有人员装备必须带回国内。风暴准备完毕，列空准备完毕。一分钟后到达指定区域。真刀真枪了，紧张吗？你呢？高度拐五，风向三分动，风速幺动，30秒准备。放心吧，我会把你安全带回来的。谢谢你，把大家都带回来吧。兄弟们，等你们回来，任务完成，请求返航。11点方向2人，12点方向6人，2人持枪。二组注意，12点方向有车辆靠近。二组到达预定位置。成功。列空风暴，任务前最后加油完毕。
开始第二阶段突袭。35米，速度拐八洞，横向两拐八，距离点八洞，30秒后到达指定地点。追踪对方雷达信号，30秒准备。15秒后，进入前方不连续间断山谷区域。Where are the Chinese? Where are the Chinese? 法布国情报员，我方人质不在导弹井。无人机侦察战场，立刻制定应急方案。明白。核准口径雷达探测到43公里外机场异常车辆集结，同步侦测到该基地塔台通讯密集，不排除会有战机升空可能。空中监视平台刚刚离开，可调动无人机。彩虹五号侦察中。导弹井人质安全。裂空，裂空，已经确定导弹井人质安全，请求进行下一步作战。裂空明白，准备开展空中行动。开火！How did he get there? I don't know how he did. He just appeared on the radar like a ghost. Hurry, hurry up. Move it, move it. Oh, come on. Lock on target. 猎空已被法国雷达锁定，按原计划进行。风暴明白，准备从航站方向攻击。
场锁定，发射。目标摧毁，风暴任务完成，大幕威胁已解除，救援组迅速前往撤离地点。明白。二组开启激光引导。收到。Long life to the holy light! What happened? We are fucked! We shouldn't have met you with the rubbish! Now later, he's not coming back, is he? Do it! We keep our promise! Go back to Charlie's pig! Go! Keep moving! Get going!无人机发现人质位置。亚丽，浩辰呢？他不在这儿，中国人质全都在机场。利空，利空，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已收到基地命令，我会让风暴掩护外国人质先行撤离。明白。救援二号，马上起飞，马上起飞。迅速带人质撤离，遥机迅速掩护二号直升机返回国内。风暴明白。救援一号准备起飞。Stream this to the world. Hao Chen, 你的大傻子，最好知道我要干什么。Do not be afraid.胡说！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要记住，张大嘴巴，捂住耳朵。I will kill them。保持冷静，孩子们，你要听着叔叔的话，尽可能的张大嘴巴，捂住耳朵，都听清楚了吗？是。你们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放下！
Girl! You go to hell!我到警车站后面去，快点，快！Hands up! Don't shoot, sir. Get down your knees. I'm an hostage. Get down your knees. Don't shoot, sir. Get down your knees. I'm an hostage. Hey, don't shoot. Don't shoot. I'm an hostage. My name is Lachman. Colonel Lachman. Please check. Mabu Air Force. Mabu Air Force. It's okay, sir. Follow me, please.
朵，巴朵，我带你回去。Nothing left, little boy. I devoted everything for this plan.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disturbing my plan? You've lost. As a soldier, you can protect nobody. You don't have the power to be a pilot now. You're just a tourist, and you're not qualified to be a soldier. You think you're better than me, don't you? You have got only one missile. Come on, take me down. I want you to watch while I shoot them down. And you are going to be hopeless. Soldier, you see the sunrise? The light always belongs to us. Thank you.
无敌，无敌，毕业之后去哪个部队啊？你去哪儿，他去哪儿。嘿嘿，雅丽。这次山脉夜间气流比较乱，通过的时候小心啊。我知道。知道雷达几秒钟就能找到你，一定要提前做好躲避追踪的准备。放心吧，我一定会回来。对不起，我应该跟你道个歉。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在犯错，用了些莫名其妙的方法想表达自己，我都在干什么？非得要等到导弹追在我屁股后面的时候，才知道后悔。其实有些话，我早就该对你说了。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谁呀？我。无敌。
这次行动无敌的做法在1987年曾经出现过，被称为巴伦之海手术刀。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疯狂的、不尽人意的、同归于尽的做法。